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啊，主任，嗯，住院手续都办好了，这位是李社工，是福利院的工作人员，我已经和护理部那边申请了，李社工可以24小时的待在病房，不用遵守探视规定。嗯，你好，病人的名字叫钟小星，是福利院给的起的名字。嗯，我们已经看过钟小星的检查结果了，组内讨论一致认为他可以换一个承认版。 这样就省去3次开胸的痛苦了啊！那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唐主任。这孩子是3年前被引起在福利院门口的，当时口袋里边就只有一个字条，上面写着自闭症和心脏病。我们院里边当时已经花钱给他动过一次手术了，这刚3年又不行了，院里边经费实在是有限。明白，这样病人也会少受一次罪。我去帮他做个检查，然后具体手术的情况，江医生会给你解释的。 哦，好，嗯，我姓江，你是可以找我。好嘞，谢谢你啊。钟小星，我是唐医生，给你做检查好吗？嗯。唐主任，嗯，你直接查吧。啊，他听不懂，也不会说话，就知道成天陪小卡车玩。那我查了。嗯。来。 配合一下，过来，我看。安心，安心，安心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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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叔叔，你做一个检查，别害怕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平时也这样吗？ 叶明，我明天有个手术，你能来做麻醉吗？情况有点棘手，二次换班，病人才10岁，而且还有自闭症。那太好了，那一会儿病房说吧。唐佳宇，你眼睛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啊。你好。 我是刘峰的太太周琳。请问你找谁呀？你是哪床家属吗？我不找谁，我是那间病房的家属。听说这儿有个自闭症的孩子是吧？没见过，我想过来看一眼。不好意思啊。 这个孩子比较敏感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再说我们探视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没事的话，您请先回吧。啊，好。哎，罗勇士，啊，7号病房是你管的吧？啊，那家属是一个中年男人吗？7号病房是一个孤寡老人，没什么家属啊。啊？我知道你是刘峰的前女友。 你是不是还想？刘太太，我向您可能是误会了。从前我跟刘副院长是同校的校友，现在我们是一个单位的同事。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，请你回去问他。我还要工作，我先走了。江百叶，哎，叶主任，您来做术前访视的吗？啊，唐主任说明天要手术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他早上被病人打了。 被打了，被谁打了？就是那个钟小新，但只是一个意外啊。他是有自闭症，您这要是进去，我把他进来，你右脑，他嗓门可大了，早上就被人投诉了。拿着。叶主任，您这是？你听说过白大褂高血压吗？我听说过。 有的人看见白大褂血压就高，但那不是真的高血压，是紧张。那也得试试啊。术前访视不做，那明天怎么给他打麻醉？进来了。叶主任，你小心点啊！哎，别摘，别摘，小心。哎，我来吧，你先出去一下。您是？我是麻醉科的，来做术前访视。
怕吓着孩子，就没带白大褂。来，我来。这个啊，其实一点也不可怕，戴起来以后特别的舒服。你看啊，特别的舒服，你要不要试试？我们试一下，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呢，我们到时候就不戴它了，好不好？试试。来，没事，试一下。深呼吸。怎么样？叶主任，您要是早上来了的话，唐主任肯定就不会被打了。哎，你来了，主任，数学保持做了吗？主任，您这有点加勒比海盗的那意思。赶紧干你正事去啊！叶主任，再见啊！你眼睛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就划伤了。哎，明天程小星可以手术吗？应该可以，不过他比同龄的孩子要瘦小，麻醉药要酌情减量。我听江百烈说了早上的事儿，要不然先别着急做手术了，让儿科专家会诊看看。自闭症短期内是没有办法改善的，你就是会诊也是浪费时间，而且福利院的资金是有限的，尽快手术比较好。好吧，嗯，你眼睛真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走了，还有个手术。哎，嗯，那房子租到了吗？租下来了，中介说明天给房东打电话签合约。行，那你忙吧啊。啊。进来。哎，主任，关于办公室的事儿，我有个想法，你要不要听听？好啊。哎呦，说想法吧。啊，那我想，疼吧？说想法吧。这个月的排本表这几处不太合理，再拿去调整一下吧。嗯，部长，啊，主任，眼睛好点了吗？没事了。手术室来接钟小星了吗？啊，已经借走了。打了睡觉针，这样进手术室的话，应该就不会再闹了。嗯，主任，查完房了。你们先去手术室吧。开完胸之后给我打电话。嗯，我要去趟 ICU， 看看昨天下手术的病人。好。嗯，去吧。走啊。走了，护士长。护士长，刚才有人让我把这个交给有自闭症的孩子，好像是钱。给钟小星的。嗯。